江城武汉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是我国中部最大的科教、商贸、重工中心。武汉中国光谷创造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光电子产业基地，成为中国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天齐集团作为激光行业的一颗璀璨明珠，就坐落在这片灵秀的土地上。天齐集团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激光切割设备及电气设备制造企业之一，是集武汉天齐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武汉中天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武汉精密机床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13个分厂的多元化产业集团，现拥有武汉三镇近12万平米的高新技术生产基地。天齐集团已成为湖北省激光研发生产基地、激光光电研究所挂牌单位，并荣获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光谷邓林企业、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明星企业等荣誉称号。董事长胡中元，湖北省纪委监察员、湖北省企业家联谊会执行会长、湖北省劳模协会副会长、中国激光加工协会委员、湖北省工商联常委、武汉市工商联常委，先后荣获2009年武汉市建国60周年十大创业领军人物、2011年全国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杰出贡献人物、第15届武汉市劳动模范等荣誉。天齐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团队中98%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博士学位2人、硕士5人，平均年龄为32.5岁。公司拥有优秀的销售服务团队，已在国内建立8大销售片区、30多个销售服务分点，产品销往国外50多个国家，销售额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在产品研发升级换代中，天齐科研团队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研发的固体激光切割机系列获得国家专利，其中固体激光切割机系列填补了国内空白，迅速跃升为中国激光行业前3甲，成为引领激光行业发展的风向标。目前产品已升级到第8代，并成功研制出9大系列、38款中国激光行业的一流设备。由武汉天齐激光在国内首创研发、切割性能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620瓦固体 YAG 激光切割机，采用龙门式机床结构，整机重量达4吨多，产品光学模式优良，1毫米不锈钢板切割速度达到4.8米每分，可切割10毫米不锈钢，切边平整光滑，切割性能远远超出同行同类产品。1000瓦固体 YAG 激光切割机属于国内独创产品，可长期空气切割1至8毫米的钢板，切边平整光滑，切割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同时可空气高速切割铝材、铜材等高反材料。薄板切割专家，500瓦光纤激光切割机是国内同类产品中切割速度最快的产品，1毫米不锈钢板切割速度可达13米每分，产品配备高端 IPG 光纤激光器和美国 Laser Match 切割头，性能更稳定，免维护，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激光加工机。代表国际先进切割工艺水平的1000至2000瓦光纤激光切割，龙门式机床，关键部件均采用德国原装进口顶级配置，德国 IPG 激光器、德国 Precitech 激光头、德国 Heran 齿轮齿条、德国 Beckhoff 伺服电机和数控系统等世界超一流技术及装备，产品使用成本低，稳定性强，兼容性好。
一毫米不锈钢板空气切割速度可达25米至30米每分。自动化机器人三维激光切割焊接机通过机器人与光纤激光器柔性化的完美结合，实现范围立体切割与焊接，广泛使用于汽车零部件及模具生产等三维切割焊接需求。天齐集团激光系列设备适用于航天航空、船舶、高速列车、医疗器械、钣金加工、广告制作、厨具、灯具、金属工艺品、汽车、锯片、石油管道、体育器械、机械加工等行业，产品远销美国、意大利、芬兰、德国、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南非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海外客户的赞誉。百年民企，终身员工，天齐通过5年发展，积累了优秀的企业文化、人性化的管理理念、丰富的员工活动，汇集激光精英人才，坚持品质为核心，追求产品零缺陷，汇集天下宾客，为天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天齐集团于2011年在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征地100亩，建成光谷最大的现代化激光产业园。2013年一期竣工后，计划投产超大功率3000至5000瓦焊接集成项目，将新增产值4亿元，进行高端焊接、熔覆项目的研发。投产后预计新增产值3亿元，同时将研发重心转入军工项目，预计全年产值达12.9亿元。2014年实现2大军工项目的投产，预计新增产值12亿，全年产值达22亿。2015年全年产值将达到35亿。天齐将面向新型船舶、汽车、航空航天、天然气、军工等高端激光技术应用领域进行市场拓展，与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等激光技术发达的优秀企业和领域专家形成战略合作，洽谈和实施代表世界级水平的新项目。未来天齐将继续攀登世界激光技术顶端，用5至8年创造世界一流品牌，成为世界激光行业的耀眼明星。